据媒体报道，受欢迎的艺人出席公开宴会，不时会被拦下来合照，而想拍合照者往往不顾时机就冲上前集邮，令艺人大感无奈。近日，张智霖与太太袁咏仪于某晚宴上并肩而坐，旁边却围满想合照的粉丝，更有人强行合照，后上传到微博后留言。然而张智霖 EQ 十分高，毫不动气，以幽默的方式转发即回道：我喜欢这张照片，简单粗鲁，站在你后面就必须合照合照，感谢你们让我吃了一顿不安乐茶饭，为我的减肥计划又迈进一步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